上到橫空鬥陣，香港大專籃球邀請賽冠軍，請以你嘅掌聲歡迎 Pony U 理工大學。再次恭喜理工大學在冠軍以93-70擊敗香港大學，攞到今屆亦都係第一屆 Degree Invitational 嘅冠軍。好，咁啊，請咧一字排開先啊！咁啊，由我哋來自 Hong Kong 嘅 Marketing Director Mr. Vincent Lai， 我哋每一位球員頒發咗獎牌噶。咁啊，其實今次咧真係非常之可以算係咧對於 Pony U 嚟講係幾精益滿途。因為大家見到佢哋喺陣容當中咧，其實亦都咧有兩位球員咧係帶傷嚟到參與我哋嘅頒獎禮噶。恭喜咁多位啊！亦都見到咧，我哋呢個 Pinkway International 嘅獎牌同埋獎座，個設計係非常之特別嘅。咁啊，都見到啦，咁啊，真係好難得啊！有啊，同埋黃亞朵。或者咁啦，呢個咧留俾我哋。好，Vincent， 麻煩你俾教練呢個冠軍俾翻我哋今季最出色嘅教練啊！好，教練，我哋再次恭喜曬香港理工大學成為我哋 Jordan Rankin Invitational 領空鬥陣我哋嘅冠軍隊香港理工大學。好，請先嚟一張合照。列陀